伙伴们，游戏中最大的坏蛋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迷你世界第一坏蛋，知道真相你可别惊讶。伙伴们，有人说是夜晚出没攻击人的怪物，其实迷你世界的怪物并不是迷你世界中最坏的坏蛋，而坏蛋就是我们自己。众所周知，在现在的迷你世界中生活着很多的生物，对吧？有怪物，有生物，他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，互不攻击。可是在游戏中我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伙伴们，当我们消灭野人或者是怪物的时候，你们看，我们身上会闪出金光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的中间就会出现一颗能量，而我们获得足够多的能量，竟然会获得一个星星，而这个星星的作用，伙伴们，就是让我们多一条生命。你们看，伙伴们，即使是我们杀死游戏中的小鸡也会获得能量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伙伴们，为什么我们会获得能量呢？而我们为了拥有更多的生命，一直在游戏中打败各种怪物或者是可爱的小牛小羊都不放过，伙伴们，所以我说我们才是游戏中最大的坏蛋，你们赞同吗？